还老位置，但这波的话，巴师傅可能要先死。巴师傅被勾住，睁眼一插，巴师傅这波没有了，再见。临死前 E 一下，出一下 V 一下，减速一下，但这个高地肯定老干爹得先摆下阵型 ，maybe 往前一站，有大火龙先晕抓呀、啊，而配上这个减速 BKB 一开，微光披风就一起框一下，哎呀，只能往这边撤。那这边的话，全是 HG 第一排，前 A 墓碑，哎呀，这把 A 莫名其妙往前冲想打，我的天，这波的话飞机在后排被猴子和巫医带走，而正面的话，老干爹的 maybe 刚正面能力极强，先拆掉了墓碑，在刚这边不久死亡诅咒到了这边的 maybe， 猴子这波是收割节奏啊。死亡这个时候还没死，还是死了。在这边摇三扎，晕住蛛丝马迹，回头喷火口开始风筝起来。吃恢复被打断，但他应该死不了。啊，摇正面继续，哇，疯狂杀戮的摇，摇还有个滚雪球，再晕一下，给摇送暴走。哇，